彩券行外鞭炮声噼里啪啦，非常热闹。仔细一看，店门口还贴着红纸，因为这间位于新北市芦洲区的彩券行开出了威力彩头奖，一人独得6亿元。老板跟老板娘脸上喜悦藏不住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实在想不到连杠20期的威力彩头奖竟然在自己店里开出，只是这个幸运儿到底是谁呢？不确认是哪一个呢？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大部分都熟客比较多啦，那就不知道是哪一个。那有的是礼拜天就买了啊，有的不一定是当天买，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客人。讲落谁家，老板娘真的没印象了。但彩券行经营了12年，第一次开出头奖。夫妻俩围绕在店里弥勒佛像旁，开心报告这个喜讯外，还在神像肚子上摸一摸，竖起大拇指比赞，希望下一次大奖还能够从店里开出。记者陈植芳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